回去之后啊，早点休息，按时吃药，很快就会好的了。下一位，黄豆。哦，在在。进来。那我先给你打针哦。啊，好。是了，所以我能先拔出来吗？拔吧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其实是个实习生，这是我第一次打针。没事，凡事都有第一次的吧，没关系，再来。谢谢你啊。最后一针了啊！好，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天生不怕痛的。真的吗？那当然了。那你们都进来吧。大哥，这些都是我们的实习护士，既然你天生不怕痛，那就帮助我们练习一下吧。谢谢大哥。啊、误会了，误会啊！哎呀，出！